你只是把我当成兄弟，那兄弟会一直握着我的手吗？去北院。干嘛骗我呀？你刚才为什么装睡啊？我要是不装睡，怎么可能会听到你刚才的那番话？我说什么了？哎，慢点。你刚才说要为本王去踏平整个鲁氏山庄，我说了吗？没有。你怎么突然间来了？你不是要替我好好的保护天阙吗？我已经把天阙托付给了安王，以他的人品和实力，殿下大可放心。你倒是挺会安排的，是不是因为想我了，惦念我，才想过来找我的？这毕竟是我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这么关心我？我早已把你当成了生死之交的兄弟，关心你那是自然的了。你只是把我当成兄弟，那兄弟会一直握着我的手吗？殿下，能让我当兄弟的人可不多，你不试着珍惜一下吗？强儿，你知道在本王心中，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王妃了。喝完这些热甘草，你知道我一定会给清干净的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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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！殿下，你醒了！殿下，没保护好殿下，是属下失职，请殿下赐罪，请殿下责罚。你们有没有失职，本王心里有数，无需自责。快起来吧。谢殿下。我恢复内力之后，第一时间便有了意识，所以说在这卢府之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我都很清楚。对我下毒之人正是江晨。江晨，我们早猜到是他。那天你们被抓之后，那江晨伙同卢素影继续对我下毒，阴险小人。晴儿，接下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要切记不许冲动。我醒来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接下来我们静观其变。是。这么晚了你又要去哪儿？出去转转。大晚上的有什么好赚的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爹啊把咱们赶下了山，码头也不让我管了，我出去转转散散心。你还是安稳点，若是让爹知道你在外面鬼混，更不会让咱们回主院了。梅婷，你要是真着急就想办法劝劝你爹，而不是看着我。我要是有事情做啊，我哪会出去鬼混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让开，让开。你出去就别回来。